近日被不少网友奉为性感女神的钟丽缇以及裸妆教父宋策等人现身上海出席某活动。当天钟丽缇以一身金色紧身裙登台，显得十分夺人眼球。现今尽管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但是钟丽缇依旧保养得十分水灵。现场她更是大方分享了自己的美丽心得。近来或许是因为明星一起扎堆晒幸福，令不少明星出场都担心会被问何时脱光。现场钟丽缇更是早有设防，不仅没有安排媒体群访环节，连灯塔也都是匆匆逗留便迅速离去。